蓝族出动，市场大补货，眼神紧盯价目标，精打细算，因为物价实在贵桑桑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基本工资渴望连八涨。不错啊，不错，就是可以，因为现在东西都蛮贵的啊，因为什么都涨啊，对啊，就不管怎么样，赚再多也是不够花。只是人民的薪资要不要跟得上物价调涨，是政府要去考虑的事情。通膨下日子苦哈哈，劳动部将在9月8号召开审议委员会。外界猜测，明年的基本工资调幅预估3%，有望达到月薪27192元，时薪有181元，预估会有200万人受惠。换算下来，每天多26块，可以多吃2颗茶叶蛋。历年的基本工资调整，从2007年的月薪17280元，时薪95元，涨到2011年的月薪17880元。到了2017年，时薪也跟着突破100元大关。蔡政府上任后，年年调薪，直到今年来到月薪26400元，时薪也有176元。在整体的缺工，以及说我们对这个国内的产业啊，对内需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挹注，譬如说在疫情期间啊，曾经有一度调整5%以上啊，那都不应该比当时还低。毕竟2021年台湾的通膨率1.98%，主计总处就预估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还会更高，来到2.14%。基本工资涨了，物价继续飙，苦日子没尽头。欢迎新闻周陈慧、邱子玲台北报道。最具爆点的政治内幕，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，解析社会万象，探讨国际大事。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，请锁定《寰宇一把抓》。